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老师。OK， 好，我们上一集来到这边，就是看到魏仲廷跟学姐方瑞欣在教室对话，然后对，好，那我们先进这个门，可不可以进去？一道老朽的门，锁住了，打不开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只能转收音机喽。像这个收音机啊，我想象的小朋友国小跟国中生应该没有看过收音机的啦。啊，这个收音机在我的小时候，国中吧，还小学都还有在用，因为以前的科技没那么发达，对，所以看到这个蛮怀念的。OK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首先那个小猪铺满。在以前我们存钱啊，存金钱我们都拿这个，然后这是你投进去之后它是拿不出来的，所以当你会存满之后，当你要用一笔钱的时候会把它打破。陶瓷的小猪铺满，双眼圆滚滚的想要那难喂食它的表情，应该要打破它吧。出去吗？有人在的感觉。Oh my god！ 终于看到他爸妈了。那家里摆设是这样子啊。妈，妈一直都是传统主妇的感觉。无论如何，她总不说自己受了什么委屈。我不喜欢那样。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。来按住吧。以前除了过年，爸是不会在家里喝酒的。想念他会在餐桌上说笑、说笑话和故事的日子。家人的影响力对小孩子真的非常的大。看一下什么可以看。那左下角有个大铜电锅。哦，这个给外国人。看他应该外国人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有一些你看台湾啤酒啊、喜字这样，金玉满堂这个东西是门帘，是门挂到门口上面的。我记得我家小时候，阳台前面有挂一个这个。这边的阴气很重，窗外什么都没有，我到底在哪里啊？什么啦？什么啦？为什么照片是没有眼睛的？为什么？又是电灯。三级吧，三级还被电灯吓过。啊蛋！一只玻璃的果子杯。好了，看呐、啊。哎呦，是我和爸妈的照片，眼睛都被抹掉了。刚才是不是出现红眼？照片所说的红眼，还在等那个电灯闪烁才看得到。看字，想看这毛骨悚然的，有没有红眼？啊，照片拍到头照，不知道消除红眼吗？真的是哈、哦，拍到不专业。哇，吓我一跳、啊！什么啦？干老师哎，牛屁哦！这什么意思？好了，不要哭啦！我知道你有痛苦，对家人的，
哦，玻璃果汁杯，以为发着微光，发着微光，里头已经装满了悲伤，斟满了玻璃杯。哦，香吉士，这个在以前在板斗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个玻璃杯去装那个有神汁跟巴乐汁，然后他们用杯子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装满了悲伤，泛着暗淡的光芒。哎，哦。好，我可以开灯吗？好，开灯。开灯又没有了。好，还是开着灯好了。门锁住了，上面写着一段文字：在对的时间，你会遇到对的人。好，走。再进去一次。嗯，他那个意思应该是爸妈在吵架的意思吧？对，应该是。可以点吗？不行，没了。不会房间有东西吧？不要！舒服多了。然后以前都很好奇这首歌这个声音到底是谁。好，我们先回去存档。好，存档。新的场景吧。哎，颠倒的房间，颠倒的房间。这首歌是谁唱的不知道。哎，被打破了。碎布的小猪铺满，为着实现某个愿望粉身碎骨。对，没错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是可以剪吗？好像不能剪欸，不然一直出现问号。领他吗？哦，这首歌以前常听。不要笑我。欸？欸？有人走路。我看他走去哪。地上一滩积水，但是那脚步没了，不知道去哪里。倒掉吗？哦，几间门呢？谁知道是哪一间啊？一二三四五间，又要开灯哦。意义在哪里？哎，这是有顺序是不是？太暗了，没办法看清楚哦。
走回来。是要走到对的门吧？还是我现在少什么道具，所以没办法？哦，吓死我了！所以是没办法看到。应该缺少什么道具吧？我猜。我们先回去。哦，有人在灭火。好，先等一下。好，我们去。不好意思，刚应该没收到我的音。好，我们去下一个地图。这边都没声音。哎，没了。可是刚才那个门我不知道在哪里耶。但是这个 我又不会用。诶，是要去那个房间。我先去回原本的。诶，奇怪。那个要怎么解释啊？应该是要把那个葡萄汁倒到地上吧。弄到最后一个，那出去会发生什么事？一样。好，所以就两个场景而已。还是说是要在关灯的时候泼？看一下说明。好，关灯的时候泼好了。哪里？是这样用吗？哎，啊，这不是这样用的，那该怎么用？还是要关灯的时候进去某一间房间？应该是哦。我真的不敢看，这个声音都卡关了啦。脚印有关系啊，嗯，哦，染红它了，哦，就是知道它走去哪里了吧？哦，没有，它是荧光，所以这时候可以关灯，就可以看到它走去哪个房间了。应该是这样的。哦，这个是呢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直接。好，然后再进这一间。好，再进这一间。哈，太聪明了，哈哈哈。好。好，这也是这一间。这就属于的 random 啊，乱数啊。不要笑我！哎呦，什么啊？上面很多针筒，会不会戳我啊？不要刚我！什么纸条？哦，看你老师哎，会不会吓了？牙膏专业，真心是方法。外遇抓奸，感情挽回，请洽本社专业。牙膏看起来是真心社的广告。OK，
门，不敢进去，先进姐姐。吓我一跳，干！他们这是方瑞欣的爸妈吗？哦，以前就寝后还可以隔墙听到爸妈在聊天，那时觉得他们感情很好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 无话可说。后来爸开始喝了烂醉才回家，妈会独自卷着身躯，应该是在哭吧。在运转，指针可以波动的样子。这会波哪里？估计才知道。这个我不知道波哪里，应该有线索，不过应该不在这里。教室办公室 上面放着许多正在批改的作业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没什么线索哎。哇，那这样我要怎么走回去啊？我想说这边有线索，竟然没有。那个时钟的意思是什么？要搞吗？跟这有关系吗？看起来没有。那我怎么会知道时间？可是，好，再看一次好了。可以跑步了，根本不行。还是这边有什么线索？啊，那个飙车。但是我听到声音却是有在运转的声音，这么有线索吗？还是拉七点十分？都没有在运转，指针可以拨弄的样子。根本就不知道拨几号啊，十二点啊。二点给你拿，给你十二点拿。好了，没有线索，毫无线索，我们先走回去。直接走回来，可是我没有不知道时间的线索是什么。还是要走到刚才房间才可以走到下一个场景。没有啊，我们先回存档好了。
卡关了。线索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这两个就是线索，这是七点半吧，跟三点半，三点半，七点半。好，知道了。三点半跟七点半，刚喝了可乐，我一直打嗝。三点半，那个铺满不能解包什么？不要解完又出现下午的东西哦。三点半，或中间会流血啊？是七点半吧？我刚没看错是七点半，还是八点半？你刚刚对吗？没反应。这是八点半吗？真的吗？不对，那要出什么事情发生才对啊？再一次，我应该没记错啊，我回去看一下。干嘛？还是没对准？这东西是直角。七点半。没对准吗？要这么精确？去看一下好了，我们先快转。好，刚才后来我只是想了一下，就是大家有看到，虽然那个红色有显示那个应该是时间的意思，但是他们的雕像、他们照片是挂一个挂横，一个挂直，挂相反的，代表是说他们应该不是要把它挂正，所以爸爸这边要转正，妈妈这边要颠倒过来，所以时间应该会变成。爸爸应该会变成转过来的话，会变成6:45，然后妈妈这边的话会变成2点。OK， 好，我们快转吧。好，快转。好，所以左边这个是6:45，哦，大概就好了，管他了。然后这边是2点，搞不要下午。是两点吗？没反应。哎、欸，是1点。哦，1点。干，我的那边红色了。我那边红色了。这样上小，
某一晚爸又喝了烂醉，在门口跌了一跤，我看不下去要扶他起身，才发觉他身上除了烟酒味之外，还有一股脂粉味。哦，去右边看一下，那右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发生？声音变了，好像没有。好，我们先回去松阴街那边好了，然后这集就差不多好了，差不多这边结束了。先回去，出个档，就这边结束吗？各位，我觉得最后应该解到这个门啊，所以我们回到第二个房间看一下，第一个房间，这里。不要笑我！哦，我转正了，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我爸妈的样子都看到了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欸，他是敦平力学尊师重道青年，纸飞机我有收到。原本担心你还在为家中的事所苦，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。你有才能，而且单纯直率，就像白水仙，一身雪白，气在水边，有些孤芳自赏。坦白说，这样会很辛苦，但我能理解那种感觉。你说想知道我以前留学的经历，那有当年的时代背景，只能说一言难尽。这块苦地发生太多的事，信不信我儿时的社会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？周末就一起去老街走走吧。你竟然约人家，你是老师吧？有很多课本绝口不提，但只有了解的事物。课后辅导，我懂。课后辅导，我懂。OK。信件纸飞机。丢出我的困惑，收到你的指导。哦，尊师重道，敦平力学处。好，这没东西。好，出去吧，不要吓我就好。我来了，跟他出去吗？OK， 好，没什么东西了。
有点像纸条。电台频道哦，全新装备，电台全新开播频道103.0。好，这是在我们去那边的意思吧？那不是在第二个房间里面也还有个东西吗？那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啊？不太清楚，因为这房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。103.0，哦，我先回去存档了。好，我们走完那个房间，第四103.0就好了。又颠倒了。哎，这里是破碎的镜子，还有灯，然后很多盏灯。好多盏哦。把转动，它是推不开。门上面写了一行字：“寻着暗中的身影，你将接近真实。”什么意思啊？追随暗中的身影，你将怎样？全部关掉吗？哦，所以要把它关掉吧。追随，哎，一个男生戴帽子，哎，颠倒的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没有声音，暗中的自己。哦，所以说如果没有出现人的话，要把它打开吧。我猜的，看一下，寻着暗中的身影，你将接近真实。所以说，没有影子出现的话，没有出现后面的影像的话，就把它打开吧。这个没有打开，这个也没有打开，这个也没有打开。这个有，这个也有，这样对吗？没有，难道要怎么开啊？要看一下，再看一次。寻着暗中的身影，你将接近真实。所以说，他跑了方向吗？他跑的方向，但他是跟我是相反的。哎，反正相反吧。你看，这个是相反的。我走过去，他往左边走，他跑到这里来。这样子嘞，哎，他不见了。哦，是要把那个人引导到那个吧？就是最后面那个最后面的门，应该是啊。好的，这个顺序要想一下。好，然后他要走回去。
这个嘞，啊，有了有了，有有有，太棒了！好，相反的应该都要把它打开，没错，好，可以亮亮亮亮。是天道寻宠寻情，全家虎的涂鸦是我小时候画的，一直留着，换新家具时也没把它盖掉。我这里，爸总是把书房收得很整齐，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严肃又带点风趣的。厨房，灶咖，灶咖没东西，有衣服可以拿，铜板，存钱吗？一点一滴储蓄，小小的梦想。好，没东西。这就是铜板吗？戏院的旧房，欢迎光临。门是紧闭的。好。好，走吧。回去的话要把，直接回来了。好，先存个档。感觉很长，这边很长。好，我们先存钱。存钱。把硬币投入铺满，好，然后有可以拿了吗？可以拿，可以拿，可以拿吗？不行，那到底存钱的意义是？去下一个场，第二个场，第二个场景看一下。铺满也不能捡，不知道什么。真的很紧张。变化，有张纸条，电影票。有句话说，演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傻子。好，我们先存档。好，113。
就拿电影票很恐怖，会不会手伸出来？哎，怎么变这样了？外国人看到这个应该很好笑，这应该是夜市啊，大脑哎，臭豆腐、生意兴隆、糖葫芦、金鱼、捞金鱼，还是这个大戏院。欢迎光临，祝您观影愉快。不要给我看恐怖电影哦，我一定他妈的翻脸，我一定翻脸。然后大声，这边好恐怖哦。下来，我会紧紧抱着。哦，跟老师去看电影。去了，什么？哎，所以白鹿项链课后辅导，哎，真的哎，猜中。所以方瑞欣是喜欢老师的，看一下这个。走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想一下，我记得有一个房间，第二个吧，第二个场景好像是进去是没什么事情发生的。靠腰，靠腰嘞，吵到我，你虚个屁哦！八搜索票，刑事大队方岛晴，青鸾乡金水二路，违反公务人员贪污治罪条例之不法货物，地方法院发出的搜索票，一幕是违反公务人员贪污治罪。那天回家，爸已被带走。哦，所以他爸爸是公务员。问妈怎么了，他淡淡回说：“只是手脚不干净而已，死不了的。”说这句话时，我甚至感觉他在笑。所以是他妈妈也希望他被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笔记本，作业簿。追捕，追捕。进出导师室的合理借口。哦，哦，那就是第二房间那边了。好，我们先存档了，这集时间够长了。好，那就这集就这样。那熊本频道欢迎到，哎，没错，那熊本频道欢迎到我的右下角一个小图示，按订阅；到也可以在左下角一个红色框框按下订阅。那熊本频道。可以到我粉丝团赞，也中间笑谢一下，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